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Homage to the Sea Vast Lotus Pool Assembly of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Wu Shang Sen Shen Wei Miao Fa, Bai Qian Wan Jie Nan Zhao Yu, Wo Jing Jian Wen De Sou Chi, Yuan Jie Ru Lai Zhen Shi Yi. The unsurpassed, profound, and wonderful Dharma is difficult to encounter in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aeons. I now see and hear it, receive and offer it, and about to fathom the Tathagata's true meaning. 听讲经时，当愿众生顺佛所说，总持不忘。诸佛菩萨、师父、上人、各位善知识，今天晚上我们继续研究《佛说无量寿经》。Buddhas, Bodhisattvas, Venerable Master, and all the fellow cultivators, tonight we continue to investigate the Buddha speaks of Infinite Life Sutra. 我们现在继续研究四十八愿的部分。那现在呢，是要看的是第十五愿，随愿修短。The 15th vow, lifespans shortened according to original vows. 设我得佛，国中天人寿命无能胜量，除其本愿，修短自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If when I attain Buddhahood, humans and gods in my land should have limited lifespans, except when they wish to shorten th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original vows, may I not attain proper enlightenment?再读一次中文。设我得佛，国中天人寿命无能限量，除其本愿，修短自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法藏菩萨呢发愿说，假如我成佛的话呢，我希望呢，我国度里面的所有的天人，所有的人民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个个的寿命啊是没有限量哦，很长很长。除非这个来我国度的人，他以前有发没来之前有发过愿，他想去极乐世界，不要住很久，那也可以。除其本愿，修短自在，你不要像佛一样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你只要十劫也可以。所以他是自由的，有民族的一种愿啊。OK， 那我们这个就好了，因为你寿命无量啊，阿弥陀佛他本身无量寿吗？然后你也是有无量寿，你就可以跟佛一起呢，在一起啊，跟佛修在佛前呢听经闻法啦，修十大愿呢，这样你很快就会做菩萨了，熏久了一定的了。你看啊，讲一个 example 啊，我们有一个学生呢，他不会华语哦，他就天天听上人的开示哦，听，然后他上来讲法哦。那个口气像老和尚的口气一模一样，大家都笑了，说：“哎呦，就是天天听久了，他连讲话口气都像上人。”所以这个就是熏久了，你会像那个人那个环境。那极乐世界，如果你每天跟佛在一起，佛的一举一动，佛讲法的那个方法，哈，他的内容，他的一切，你就完全学过来了。熏那么久，怎么可能不修得到啊？一定可以，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对不对？那我们跟佛住的久呢，当然我们呢也就像佛了，跟阿弥陀佛，他是这么慈悲的佛，你跟他久了，你会不会变慈悲？你一定慈悲。他这么有智慧，当然你有智慧。所以呢，我们将来，我相信啊，你去到极乐之后，我们每个人以后会比阿弥陀佛更好、更殊胜。以后我们成佛之后更不可思议，这是一定的。你看观世音菩萨以后他成佛，他的国度比极乐世界还庄严好看，就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嘛，这句话听过吗？一定会更好的。所以呢，我们多么好，我们有这么好的榜样哈，这么好的佛来教我们。当然，我们以后，成佛一定很殊胜。现在继续看第十六愿啊，不闻恶名。The 16th vow, not hearing any evil names.
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乃至文有不善明者，不取正觉。If when I attain Buddhahood, humans and gods in my land should even hear of any unwholesome name, may I not attain proper enlightenment? 中文再读一次。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乃至文有不善明者，不取正觉。这个愿呢，也是为自己将来成佛的人民所发。他说：“假设我成佛了，我得佛就是成佛的意思啦，我得到佛的果位，那我当然就有自己的佛国度喽。我希望呢，我所教化的那个世界呢，里面的众生个个呢都是呢，很清净。”他们将不会呢学到恶的东西，他们乃至于哈，连听到恶的名字都没有，何况是看到恶事，就是这样的意思。很好很好，那个世界没有恶人，没有杀人犯，啊，没有强奸，没有偷，杀盗淫妄没有，这些恶名词没有，什么妓女这种名词也没有，这些畜生的名字也没有哦，狗啊、猫啊、哈、老鼠啊，因为有时候人哦不高兴，人就骂你是畜生了，你这只猫哈，你这只老鼠，你这狗啊，你像狗有没有？这样子咒人有没有？可见呢，人家都是用动物的名字来咒人，就是动物的名字就是属于恶名、不善名，所以这个不善名包括没有动物的名字，没有这些不善的东西，那可是我们不要去咒人家用动物，以后你会做一条鱼哦，那个鱼有很多种头，狗头、猫头、牛头什么头，以前就是出现这样的一条鱼，好大条，然后它的头有百多个头，不同的动物的头在它头上，很恐怖的哦。那原来在过去是它修行的时候，这一条鱼在往昔修行的时候啊，它常常骂它的同参道友哦，你像狗啊，哼，狼心狗肺这样子骂人，不然就说你这个人真像老鼠爱偷东西，每次用那个动物来咒人，结果他有一次他就变成大鱼的时候，他头有百多个头，都是动物的头，所以这个就是在这里就是不好了。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恶心的时候，见到不好事情我们就恶口骂人，以后就跑到自己身上，就是，然后我们听到的人，我们又熏到人家的恶行为哦。你现在你熏到了，哪一天呢？你的烦恼炽盛，你又学人家这样咒人哦。你说会不会啊 ？Automatic 的哦，很奇怪。所以为什么呢？不要跟恶人在一起，也不要去听那个恶声，所以新闻少看是好的，啊，对，看了你们就熏了一大堆那些不善的种子在里面哦，然后我们哪一个时候啊，一年成熟，我们也会像人家这样子坏蛋、乱讲话、等等的。这所以阿弥陀佛他很慈悲，他知道说众生没有定力啦，一听不认识那个那一句话是空，而是认识这个是恶。当你认识它是恶的同时，你也熏进去这个恶行为在你的脑海里面了咯，是同时进的，并不是说你认识了你就会跟你没关系，不会的。除非你有像菩萨那种正念哦，一看马上呢很清净，反应是很清净啦，如如不动哦，了了长明，那没有问题。问题我们动啊，我们很清楚用意识心分别，诶，他在骂人，诶，这个是不好的一句话，你会认识哦，然后你起分别就变成进去了。菩萨不是哦，他一看到你骂人的时候哦，他当场看的是三个境界，即空即假即中，肯定要厉害。我们不是哦，我们看到哎呦他在骂人有没有，哎呦他这样没有礼貌对待人，我们都是看到的是那个无常的样子，假的，然后就把这个不好的恶行为熏进去。菩萨有定力就不同了。那所以法藏菩萨呢，他了解很多众生还没有这种三观的智慧，他遇到恶行为的时候，听到恶名词的时候，他们呢一定会被熏进去啊，熏染，被熏染，一旦被熏染呢，这个人呢很可能将来也会呢步入后尘，人家的后尘，也是会做坏事啊。所以因为这样呢，这个是很重要啦。对，也就是因为这个愿，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极乐世界住，在那边修，那边真的没有恶名，只有善名哈。You understand what I say? So big.Because when you hear people say something or their action,
we use our conscious mind to discriminate. We know this is good, this is evil, this is wholesome, unwholesome. Once you recognize this awesome, unwholesome, at the same time, you plant the seed of this act in your alaya consciousness. When the time is ripened, you are going to repeat what people say or what people do, whether it is good or bad. It's because we don't have the samadhi, like the bodhisattva who have the wisdom of three contemplation. When they see people doing something good or bad, they are not view, perceive it as if it's good or bad, but they will recognize this is empty, this is false, this is accord with the middle way, nothing. So their mind does are moving. So they will not be influenced by any good or bad evil conditions or states. So they can remain pure. But we as ordinary people, we always use our conscious mind to discriminate everything. For sure, we will plant a very evil seed in our mind if we encounter evil state, unwholesome state. So because of that, we need to really, really sincerely seek rebirth in the pure land, because at that place, totally no unwholesome name, how much the less the unwholesome actions. So because of that, we need to really choose a good place to cultivate. Isn't it? Huh. If not, then you stay outside already. Well, you stay in the temple. Temple is purer than outside, isn't it? So the environment is very important. Wow. 好了，继续讲第十七愿啊，诸佛称叹 ，the 17th vow, being praised, 读咯 ，being praised and extolled by all Buddhas. 这个愿是慈悲的愿，设我得佛十方世界无量诸佛不惜知皆称我名者不取正觉。 If when I attain Buddhahood, innumerable Buddhas in the land of the 10 directions should not all praise and extol my name, may I not attain proper enlightenment? 法藏比丘发愿，设我得佛十方世界无量诸佛不惜知皆称我名者不取正觉。这个愿呢，要善思念之，不要误会啊。他说，假如我成佛，我希望呢。 我成了佛之后呢，所有十方世界无量的诸佛全部个个一定会赞叹我的名字。如果他们不称扬赞叹我的名字的话，我绝对不成佛。他不是要人家赞叹他，你们不要误会，他号名要人家赞叹他多么了不起，不是的，他是太慈悲了。他希望透过诸佛来介绍他给他们的众生认识。那么他们这个众生一认识呢？ 哇，原来有一个世界叫极乐世界，有一尊佛叫阿弥陀佛，这么慈悲，他那个环境这么容易成佛，学佛法事不需要上班，不需要做工，也不需要生孩子，没有男女的情欲，在这种清净环境修道这么容易成佛，而且教授师全部都是观音、释智、文殊、普贤这些大菩萨，无量无边这么多的大菩萨在教导，而且不是教你一天两天，一定担保教到你毕业成佛为止。 这么好的地方谁不去？那么当然要佛来介绍。假如佛不介绍呢？其他菩萨也没有那个境界。所以净度呢是诸佛的境界，还不是菩萨的境界。唯有诸佛才能够究竟明了实相，最高的境界就是实相，真相啦，真正的实相叫实相。实相呢能够证到极点的，就是诸佛。菩萨他那个无明还没有破大完，所以他所 悟道的实相的道理还没有究竟，所以他没有办法呢，完全呢了解佛的境界啊。那么佛净度，佛为什么？佛的境界包括为什么？法藏比丘他懂得发四十八大愿，然后成就这么妙的世界，这种境界就是佛的境界啊。有这么美妙的一种环境哦，各个一去就可以成佛。像这种情况呢？ 是只有佛才能够彻底了解你这个法门呢。其实净土法门是圆顿的法门哦，又圆满又顿哦。This Dharma Doors of Pure Land is sudden and perfect. It's so perfect. No matter who, if you want to go there, once you being born there, for sure you are going to become Buddha. So it is perfect. Nobody will not attain Buddhahood. So it is just like a very, very supreme and wonderful university.
no matter who can enroll into this university were graduated and become PhD. Wow, so wonderful. No one will not become PhD. So that kind of school, oh, for sure, everybody want to go there. So the Pure Land, Amitabha's Pure Land is so supreme and wonderful, extraordinary, huh? Outstanding. Because of that, but this state is the state of the Buddha, it's not the Bodhisattva. Because Bodhisattvas awaken to the true mark, not to the ultimate point, because their ignorance is not being cut off totally. Because of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real mark is also not complete, so they cannot understand the Buddha stage. Only the Buddha, all the Buddhas are qualified to introduce the Buddha stage, like Amitabha Buddha's stage. Okay, so that's why he make this vow. He want all the Buddhas of the 10 directions will praise him, extol his name. It is not because he's so greedy for fame. No, it is because his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He is welcoming all the living beings of the 10 directions to migrate to his land to become a Buddha under his teaching. So he's very kind and compassionate. He wants to teach all living beings of the 10 directions. It's very simple. You understand now? Okay, yeah? So you want to enroll? That's cool? Want to go? Still thinking? I just think. You are, you are. 70%. 70%, Ayo, 阿弥陀佛. You are the fastener. 有的法师哦，他听到他就哦，十方世界第一明星学校，听到他说多么迷人的名词哦，被这句话吸引住啊！我一定要报名投考这一所学校，而且一定要进，不能不进，一定要成功啊！最近有一位法师就是这样给我反映哦，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啊，那位法师是有大善根，他是想成佛，可是不知道原来有一所学校很谁去都会毕业成佛，这么好谁不去？所以他还说，嗯，一定要这一次一定要投考这拼命去投考，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们不要把手去急的世界当做是好像无路可逃，只好去那边，在这边修不到，只好去那里，不是这样子的。 那边是好好到极点，就好像我们要哈，为了将来更好，我们要读大学呀，对不对？可是读大学你总要选最有名气的大学，然后呢，那个大学呢一出来呀，你做工呢一定在哪里，人家都会请你，而且薪水很高。现在人他一定是这样子去选择。那我们呢？我们是佛教徒，我们是现在呢要成佛嘛，我们是想要毕业成佛嘛。那当然我们也要选择最可以呢。 雕琢我们成佛的哈那种环境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呢最好的环境来修，最好的师资哈来教导我们嘛。阿弥陀佛是十八大愿，他说：不谈寄生，来到我世界绝对不会再有我执了，每天贪心自私自利，不会，你还会自私自利为自己着想，我绝对不会成佛。所以去到那里的人，个个自然。 天生变成是天生哦，虽然无量劫自私自利，到了极乐你就变化成另外一种人，你变成天生就没有我相，没有我执的哦，就完全呢是菩萨心肠那种人，一出来个个变成那种人，你说妙不妙？因为这个愿的加持就是不贪寄生，然后还有他讲一定是住在正定聚，必自灭度，来到我世界的人一定住在正定。 正定句绝对会修到成佛为止，不然我绝对不成佛。有这几个愿的加持力，谁去到那边，谁都一定毕业成佛。 You know, so because he says that those who come to my world, so definitely they will not have the mind of want to calculate for himself. That means attachment to self, no more. So that means those who are born in the pure land from lotus, automatically, naturally, your nature is like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 Never have selfishness in your mind anymore. Although previously, before you go to Pure Land, you may maybe it's a person who was so selfish, so arrogant. But once you successfully go to Pure Land, you change your nature automatically because of that vow. And furthermore, and because of that, you are very easy to practice Bodhisattva path because you have no more self. Just as the Buddha says, no selfishness, no self-benefiting. So this kind of important qualification for cultivating Bodhisattva path. You will be able to achieve and naturally once you are born there. Once you are born there, you become like that. You have that kind of nature or characters. Furthermore, another point. The Buddha says, those who come to my world will definitely
attain the definitely assured stage, isn't it? Now here, see, dwell in the definitely assured state and unfailingly reach nirvana. Because of this vow, that means guarantee those who come to my world will no more retreat. Definitely assured state, that means you will not retreat from bodhisattva path or your position or your practice, your thought, never retreat. Then because of never retreat, of course, the opposite of retreating is advancing. So for sure, you are going to advance in thought after thought, advancing. Because of that, and then definitely you will reach nirvana. That means those who go to Pure Land will definitely being graduated and as and attain Buddha positions, just like you get the PhD, everybody. Because of that, I choose to be reborn in the Pure Land at that time. When I realized that it's not easy to bring forth Bodhi resolve here, to although you may have the very, very lofty will, you want to support the proper Dharma here, you want to cultivate Bodhisattva path here, but your karmic obstacle, your bad habits, and plus your own, maybe your sickness or your past life debts ripen, then you have to fall sick. You cannot cultivate anymore. Because of that, we need to change our body to become a Narayana body. Because one of the vows said, those who come to my world will have the Narayana body. That means the indestructible body. That means you will never get sick, you never become older. You will be very strong like Vajra. So here, our body is so weak, you know, just like you. Huh? We also, everybody is the same. So how to cultivate? Before you achieve your success in cultivation, you already die. So it's not easy. Body is not superior. Our thought also not superior. Our bad habits always control ourselves, that we get afflicted. So because of that, body and mind is not wholesome. Why don't we change our body and mind? How to change? Go to Pure Land. Amitabha Buddha already arranged for us what kinds of mindset you're going to be, what kinds of body you are going to have. So he already said that kind is already planned for us. So we just be soft and gentle, just receive his invitation, receive his guidance and his teaching. Just go there. So because of that, I choose to enter this, how to say, 十方世界的第一所明星学校, 你翻译, 你讲。 十方世界的第一所明星学校，你怎么讲英文？ 十方世界， huh? The famous schools of the world of the ten directions. The most famous schools among all the worlds of the ten directions. So you choose to that school, for sure you will get graduation and become PhD. But the PhD here refer to the Buddhahood. Okay. 好了，诸佛称叹哦。 所以为什么诸佛会赞叹，会赞叹呢？极乐世界，因为每个去每个都会成佛，而且呢，不但是说一般人要去，菩萨摩诃萨都要去耶，做了菩萨了，等觉菩萨都还要发愿去极乐世界修。你从哪里看？《华严经》，《华严经》普贤亨愿品。 因为善财童子参师参到普贤菩萨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等觉菩萨了嘞。你看等觉菩萨还在参师，参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告诉他要发十大愿，以十大愿导归极乐去圆满普贤恨，去到那边就可以成就佛果。等觉菩萨还要去极乐世界圆满佛果，最快的 method 方法。所以呢，你看哦，你从那个《华严经》，你会感受到，你应该要 get 到一个消息哦，什么消息啊？就是呢。 菩萨们哦，他们是不是身心很柔软呢？他们本领已经很高，等觉菩萨像观音菩萨这种等觉菩萨的程度，只剩一品身相无名的大修行者、大菩萨。他们呢，听另外一位比他更高超、久远成就等觉菩萨的菩萨讲的话，他们个个都依教奉行。 大菩萨都听大菩萨的话，而依教奉行求往生。那我们是什么？小菩萨都不是啦，小阿罗汉都不是啦，一个凡夫俗子。为什么要逞强？去那边我又看不到，不信，这里才是，这里众生很苦啊，我要度啊，哇，以为自己很可以度众生，自己一边度一边起烦恼，都不知道自己众生的道因，还以为自己修到什么。
很可怜啊，我们凡夫俗子在这里学佛啊，当你有发菩提心，你做了很多事情，你以为你很行，其实我们离菩萨恨还很遥远，因为我们心不清净啊，没有学离世间品，我们都不知道原来我们心不平等啊，原来我们有住相布施啊，我们会执着啊，为什么我对这个人这么好，他反咬我一口啊，为什么我这样卖力还给你闲到半死啊，我这样护持道场你还挑我的毛病啊，你还在那边起烦恼，因为别人的不满意你，所以我们就一边发心一边起很多烦恼，我们还以为我们也是在这边修行，也是在护持正法，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善恶夹杂，我们来世还会随着我们的善来去流转跟恶去流转，有时呢会堕落，有时还会有一点福报，很可怜耶。所以这一点呢，我从华严经学华严经，我真的看得出菩萨真的是水上上是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真的菩萨是如此的哦。只有我们哎呦不像水，很刚强的啊，以为自己很好。所以呢，诸佛为什么要赞叹极乐世界呢？就是个个都会毕业的关系，个个都会在很快乐的环境底下修行。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哦，阿弥陀佛很慈悲哦，他呢能够呢还为他是三根普被，他发的是八大愿，有十二条愿哦，是加持菩萨的。所以你看为什么菩萨们都要去极乐世界，有十二个愿加持他们，听到他的名号都会证到什么三昧啊，什么人啊，什么能力全部出来的，一听就有这个能力。所以菩萨们当然他们积极要赶快成佛啊，能够广度诸众生，圆满菩提，所以他们当然要赶快去亲近这么伟大的佛啊，还有愿意呢去听闻他的法，更愿意呢去念他的名号。所以菩萨们呢是很品的，很静静。那话又讲回来，他好慈悲，也很周到，不但会照顾到菩萨们的大修行者，也会照顾我们这些这些可怜虫我们这些人一点本领都没有的人，哪里有资格呢可以跟菩萨在一起修行，对吗？我们大家想想看，我们轮回五量劫到现在，到底有哪一生哪一世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你的女儿是佛来是菩萨来转世来度你的，你又知道吗？可能是，可是你不认识你还骂他的呢，还骂你那个菩萨儿子啊，或者呢咒你那个菩萨丈夫啊，你不认识，所以你还是当面错过，即使遇到你也不会懂得跟他请意请教他怎么修行啊。菩萨又真正菩萨又不能很单刀直入的显露出来我是菩萨，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修行你不能够呢很光明正大，也不能够很直接了当了就直接亲近佛菩萨，每天请意开示，没有这个机会。在佛寺还有机会，很多圣人佛入涅槃之后很少圣人了，那么呢现在所谓的我是佛，我是活佛，我是菩萨，那些已经是魔的眷属，不是真的。所以你怎样去找真正善知识天天教你的，没有。那因为这样呢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凡夫福薄加上业障重习气重，就没有福报遇到佛亲自教导，跟菩萨亲自教导。你在说佛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就是没有福报善根，所以佛出世时我沉沦，佛入涅槃后我们才来出来，就是我们自己以前扎的根不够深啊，善根不够深厚，你知道吗？即使在佛陀时代有出家做比丘尼，那么流转到今生又可以跟大善知识出家，可是后来也是退道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呢，有这样子比我们一般人还更超胜的善根的人，尚且不能够圆满菩提，还是退菩提道，还是很难成就啊。那就可以知道说，真的要靠本领，自己的深厚善根来成佛不容易，因为我们善根不够深厚啊，所以走不长远。那因为这样呢，法藏比丘很慈悲，他能够了解到很多众生是没有大善根来吃苦耐劳修行，没有长远心，没有呢忍辱心，所以他们修了一道考验一定退，或者忍不住自己的欲望呢，他跑去还俗结婚去，很多这种情况啊。他知道很多人是没有那个能耐，因此他发大慈悲心，为众生来铺路，我可以发愿为你们发愿，只要你肯来我的世界，你自然而然哦，你就可以呢没有这些问题，你自然而然呢在这种美好的环境，你不会起一念恶的什么不好的念头。就是为什么？因为环境没有恶名，
没有恶名词，有没有恶的行为，所以你再也不会熏染恶的了。你是普通人来到我的世界都有这个好处了，担保你不会再起恶念，即使你阿拉耶识还有恶种子还没有清掉，也不是马上来哈，一看到观世音菩萨就变佛，不是这样的吗？可能你比较差，你最多变出果阿罗汉吗？所以你还有一些见思惑啊，见惑断，思惑还没有断呢，还有贪嗔痴还没断呢，那这样子还是蛮危险的人啊，对不对？那这样你看，像阿难尊者是出果罗汉，他尚且遇到人家的邪咒咒一咒呢，他都差一点破了戒，有没有？所以还是危险人物一个。那么呢，你到了极乐，你自己想想看，假如阿弥陀佛没有这样周详哦，很周到的帮我们做着想，发这么圆满的48大愿呢，啊，布置到那么样子的，讲说呢，就是各方面的所需要的条件，他都想得很好，哈，怎么危险性也帮我们想，怎么样子呢？避免危险性，怎么样能够担保你一定成就？想得很清楚，所以五劫嘛，用五劫来思维的。那我们自己想想看，像我们这种人，如果他没有那几个什么没有恶名的愿呐，然后不贪寄生的愿的话，我们去到那里 ，OK， 即使看到观世音菩萨，然后呢，听了法变出果阿罗汉。那个环境如果是像娑婆环境，还可能会遇到往昔的冤亲债主，往昔跟哪一个人的结过夫妇已经是很多事了，那他看上他爱上你，他又来害你，你不是惨，对不对？像阿难尊者的 case， 那所以他那边他会想到说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因此他必须要担保那个世界的人呢，个个不会有我，也不是说我爱你我讨厌你那种心没有了，还有我就不成佛，所以他能够担保你一出世个个都没有，你往昔即使你曾经多么喜欢过哪一个众生都好，到了极乐这个爱没有掉，发挥不出来了，所以去到极乐不会呢见到你以前的老婆又喜欢他，不会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他已经想得很清楚，让你没有我执，再加上让你不但没有我执，不会有那个俗念呐，哈，不会有想要呢情情爱爱的念头啊，追求五欲的念头不会起，他还会想到说，那这个不起，那应该要起好念呐，好的念头是什么？每天要念什么？要想什么呢？想佛、想法、想僧，所想的都是有关佛的东西，有关法的东西，有关僧人清净普福田僧贤圣僧的行为，都是想好的，这些都是帮助你很快成佛的念头，所以他就想这个很重要，我的环境已经很清净了，没有恶，那当然要最好的环境喽，让你能够念念呢都生善心，念念都发善愿嘛，清净的愿，所以他要让你听到什么声音啊，看到什么你都会怎么样正果，你都会念佛念法念僧，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要深深的体会到啊，十方世界找不到这样子圆满的环境，有的世界只有这一方面有，那一个又缺乏，所以成道还是很困难的事，唯独极乐世界是不同的。 You understand what I say? Very good。And then, 这个愿，因为这个愿的关系，所以六方佛、十方佛个个都发愿呢，都会呢配合。他们一成了佛之后，一定会怎么样？赞叹阿弥陀的名号，介绍极乐世界给他的众生听。我们现在来去看《弥陀经》六方佛的经文，就是引证他的愿真的是实现了的。大家都舍利弗，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东方亦有阿处毗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3000大千世界，说成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譬如东方释迦牟尼佛就告诉舍利弗，舍利弗啊，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东方亦有什么什么佛也是这样做，他说像我现在对你们介绍阿弥陀经，讲阿弥陀经给你们听，告诉你们呢极乐世界环境这么美好，然后去到那边跟诸圣善人在一起，去那边念阿弥陀佛，临终有诸佛圣人来接引，像我这样子就是在
赞叹阿弥陀佛有不可思议功德。假如不是阿弥陀不可思议功德，你哪里有这个利益说可以去到这么美好的环境？这个环境完全是谁创造出来的呢？阿弥陀佛。所以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啊，功德的利益加持底下才会有这样子的世界。所以呢就是很赞叹啊，你看佛赞叹人也没有讲很多哈，就很 simple 这样哈，就是说哈，七重南巡，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哈，还有呢什么皆是四宝周匝围绕哈啊，就是这样子讲那个环境。他单单这样子一介绍，就是在赞叹阿弥陀佛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啊，能够给众生这么好的环境的利益，他就是已经在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明白吗？而且还讲哦，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临终有佛来接引，这个利益，这个是谁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所以他就说我之前所讲的，就是在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的利益。啊，所以不但我会这样子做，阿出毗佛、须弥香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像这几尊佛为代表，有多少位呢？总共像恒河沙数那么多，东方有恒河沙数那么多的佛，都一样在赞叹、称扬阿弥陀佛的名号跟那个世界的美好圆满。那么呢，都会劝导他的众生要相信每一尊佛。如果他要众生相信他的话，很重要的事情他才会现大神通。这个现的是最大的神通，为什么呢？他说每一尊佛要讲弥陀经的时候，他都会出广长舌相。广长舌是什么？舌头，佛的舌根，如果呢把它呢伸出来，它可以呢盖整个脸。平常的时候他的舌根就是很大很广的，但是他要显神通的时候，他可以把舌头伸长到天上去，好像法华经，他就伸到大梵天那边去啊，要再暗示一些法。可是呢讲弥陀经净土法门的时候，他舌根呢是遍覆他所教化的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没有一个角落没有的啊。我那天讲三千大千世界就是百亿个太阳系，这么大的范围，他的舌根可以变成这么大去，没有一个角落他所教化的地方没有他的舌根啊的那个分布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事情重要吗？不重要，何必要现这么大？这个舌根所到之处就是说法音所至之地啦。你看佛啊，他舌根就为了讲法，他说我的舌根能够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说我讲这部经，我要这部经里面的道理能够流通到整个我所教化的世界，每一个角落都要有人听到这部经，闻到这部经而能够得利益，都能够呢往生极乐世界去成佛。因为每一尊佛来人间来度化众生，就是要让众生成佛。那这个成佛方法这么容易，当然呢就可以度很多人都成佛嘛，对不对？那所以他当然要赞叹阿弥陀佛这个极乐世界。对啊，然后就对大家讲，而且呢触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在暗示众生，我如来能够把舌根变成这么大，是往昔累劫修道的时候从来没有讲过一次骗人的话，我才能够有这个能力啊。讲一个 example， 如果你们现在把你的舌根哦伸出来，你看你的舌尖可不可以碰到鼻子？如果可以呀，恭喜你，你三生没有讲过一句骗话，没有打过妄语，你就有这个长的舌根动到鼻子。你没有动到呢，表示我们有没有打过妄语呢？不知道几十次、几万次了，无数次了哈。所以我们就是没有修行，跑不掉的。身体长得矮、长得高、长得胖、长得瘦啊，跑不掉的。你造的业，所以你现在才这个样子。为什么你长得黑黑，他又长得那么洁白？哎呀，不要怪人呐、啊，谁叫你以前没有修或者有修才会有这个情况啊？跑不掉。那佛有这个真实的功夫哈，能够呢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在告诉众生，我现在我要讲的话，老老实实、很诚心的，你看诚实，
我是一点都不是要欺骗众生，不是要来吓吓你们，好让你们看到哎呦这样恐怖，所以我才信你。不是的，我是至诚恳切心，诚心很老实的心，要跟你们讲很重要的东西。我要救你们去成佛，我不忍你们在轮回六道无量劫啊，所以我必须要现大神通呢，让你们去注意，你们要接受我现在讲的话。能够把舌根呢触广长舌相，这个就是一种呢从来不打妄语才有的能力呀、啊。所以你们要相信我接下来讲的话，你们要地性不移呀、啊。虽然不是你的境界，你都要相信啊。啊，说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他说，每一尊佛都这样告诉他所教化的所有的众生，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所有众生，他会对他们讲。你们这些众生呢、啊、你们应该要相信我所讲的话。我告诉你们，这部经它的名字叫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你要相信这部经，我绝对没有骗你们，真的有一个世界叫极乐世界，真的有一尊佛叫阿弥陀佛，他已经成佛十劫了，你们一定要发愿去那里，劝了三次，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应当发愿生彼国度，应当发愿生彼国度，总共三次。你们要相信我讲的话，我不会骗你们，也不会害你们的。我是要你们呢，脱离苦海，永脱苦轮，能够早成佛道。所以不但是东方哦，总共有六方哈、哦。所以这个呢，就可以证明这是阿弥陀释迦牟尼佛讲，也就应验了呢因地的法藏比丘所发的第十七愿是真实不虚的，因为他说我成佛一定要十方佛都来赞叹我的名字，阿弥陀经就是一个证明。好，我们现在看第十八愿哦。如果你们可以等呢，我现在去找另外一部阿弥陀经给你们看先。很多人没有看过哈、哦，玄奘法师所翻译的《阿弥陀经》，你们都是看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的，那可以看那个版本是讲十方，不是六方，十方佛都在赞叹。因为鸠摩罗什他是简要，讲个简略，他喜欢翻的简单扼要，然后玄奘大师呢，他就全部照翻出来十方。这部经呢就是称赞净土佛色受经、啊、谁翻的呢？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啊、是奉皇帝呢来做这件事情、啊、来翻译的。我们来看啊，还是你们想读一遍呢？因为从来没有读过，看长不长哦，就来看一看这部经好了。因为接下来十八、十九、二十是讲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哦，那个有的讲的啦，那个今天大概不讲，明天才讲。我们现在来读一读《称赞净土佛色受经》嘛。Full screen 啊。So this is another version of Amitabha Sutra translated by Great Master, 玄奘 during Tang Dynasty. Another very famous, important translator during Tang Dynasty.大家都请合掌啦。称赞净土佛色受经，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四罗伐住四多林及孤独园，以大比出众千二百五十人聚，一切皆是尊述声闻，众望所视，大阿罗汉，其名曰尊者舍利子、摩诃目犍连、摩诃迦瑟、阿尼律陀，如是等诸大声闻而为上首，复与无量菩萨摩诃萨俱，一切皆住不退转位，无量功德众所庄严，其名曰妙吉祥菩萨、无能胜菩萨、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如是等诸大菩萨而为上首，复有第四大梵天王、堪忍戒主、护世四王，如是上首百千俱之那由多数诸天子众，及于世间无量天人、阿素罗等，为闻法故，俱来会坐。
尔时世尊告舍利子，汝今知佛，于是西方去此世界，过百千俱之那由多佛度，有佛世界名曰极乐，其中世尊名无量寿及无量光如来应证等觉，十号圆满，今现在彼安隐住持，为诸有情宣说甚深微妙之法，令得殊胜利益安乐。又舍利子，何因何缘彼佛世界名为极乐？舍利子，由彼界中诸有情类，无有一切身心忧苦，唯有无量清净喜乐，是故名为极乐世界。又舍利子，极乐世界净佛度中，处处皆有七重行列妙宝蓝笋，七重行列宝多罗树，即有七重妙宝罗网，周遭围绕四宝庄严，金宝、银宝、废琉璃宝、波之家宝，妙事兼奇。舍利子，彼佛度中有如是等众妙奇事，功德庄严，甚可爱要，是故名为极乐世界。又舍利子，极乐世界净佛度中，处处皆有七妙宝池，八功德水弥满其中，何等名为八功德水？一者纯净，二者清冷，三者甘美，四者清暖，五者润泽，六者安和，七者饮食除饥渴等无量过患，八者饮以定能长养诸根四大，增益种种殊胜善根，多福众生常要受用，是诸宝池底部金沙，四面周匝有四街道，四宝庄严甚可爱要，诸池周匝有妙宝树，金饰行列香气丰富，七宝庄严甚可爱要，言七宝者，一金二银三废琉璃四波次迦五次珍珠六阿斯摩揭那婆宝七牟沙洛揭那婆宝，是诸池中常有种种杂色莲花，亮如车轮，清行清显清光清影，黄行黄显黄光黄影，赤行赤显赤光赤影，白行白显白光白影，四行四显四光四影。舍利子，彼佛度中有如是等众妙奇事，功德庄严甚可爱要，是故名为极乐世界。又舍利子，极乐世界净佛度中，自然常有无量无边众妙伎乐，音曲和雅甚可爱要，诸有情类闻思妙音，诸恶烦恼悉皆消灭，无量善法渐次增长，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彼佛度中有如是等众妙奇事，功德庄严甚可爱要，是故名为极乐世界。又舍利子，极乐世界净佛度中，周遍大地真经合成，其处柔软相结光明，无量无边妙宝尽是。舍利子，彼佛度中有如是等众妙奇事，功德庄严甚可爱要，是故名为极乐世界。又舍利子，极乐世界净佛度中，昼月六时常遇种种上妙天花，光泽相结细软杂色，虽令见者身心四悦而不贪着，增长有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殊胜功德。彼有情类昼夜六时常持供养无量寿佛，每晨朝时持此天花，于一时请飞至他方无量世界，供养百千俱之诸佛，于诸佛所各以百千俱之树花慈善供养，还至本处由天住等。舍利子，彼佛度中有如是等众妙奇事，功德庄严甚可爱要，是故名为极乐世界。
又舍利子，极乐世界净佛度中，常有种种奇妙可爱杂色众鸟，所谓鹅烟鸠鹭、红鹤、孔雀、鹦鹉、杰罗、平家、命命鸟等，如是众鸟昼夜六时恒共集会，出和雅声，随其类音宣扬妙法。所谓甚深念住正断、神足根立、觉道之等无量妙法，彼度众生闻是声已，各得念佛、念法、念僧无量功德，熏修其身。汝舍利子，以与银河彼度众鸟起誓，旁生恶趣色耶，勿作思见。所以者何？彼佛净度无三恶道，尚不闻有三恶趣名，何况有时罪业所招旁生众鸟，当知皆是无量寿佛变化所作，令其宣唱无量法音，作诸有情利益安乐。舍利子，彼佛度中有如是等众妙奇事，功德庄严甚可爱要，是故名为极乐世界。又舍利子，极乐世界净佛度中，常有妙风吹诸宝树及宝罗网，出为妙音，譬如百千俱之天乐同时俱作，出为妙声，甚可爱玩。如是彼度常有妙风吹众宝树及宝罗网，即出种种微妙音声，说种种法，彼度众生闻是声已，起佛法生念作意等无量功德。舍利子，彼佛度中有如是等众妙奇事，功德庄严甚可爱要，是故名为极乐世界。又舍利子，极乐世界净佛度中有如是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甚稀有事，假使经于百千俱之那由多劫，以其无量百千俱之那由多舌，一一舌上出无量身，赞其功德亦不能尽，是故名为极乐世界。又舍利子，极乐世界净佛度中，佛有何缘名无量寿？舍利子，由彼如来及诸有情寿命无量无数大劫，由是缘故，彼度如来名无量寿。舍利子，无量寿佛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来，经十大劫。舍利子，何缘彼佛名无量光？舍利子，由彼如来恒放无量无边妙光，遍照一切十方佛度，施作佛事无有障碍，由是缘故，彼度如来名无量光。舍利子，彼佛净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甚可爱要，是故名为极乐世界。又舍利子，极乐世界净佛度中，无量寿佛常有无量声闻弟子，一切皆是大阿罗汉，具足种种微妙功德，其量无边不可称数。舍利子，彼佛净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甚可爱要，是故名为极乐世界。又舍利子，极乐世界净佛度中，无量寿佛常有无量菩萨弟子，一切皆是一生所系，具足种种微妙功德，其量无边不可称数，假使经于无数量劫，赞其功德终不能尽。舍利子，彼佛度中成就如是功德庄严甚可爱要，是故名为极乐世界。又舍利子，若诸有情生彼度者，皆不退转，必不复堕诸险恶趣边地瞎见灭力车中，常由诸佛清净国度殊胜恨愿念念中尽，决定当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舍利子，彼佛度中成就如是功德庄严甚可爱要，是故名为极乐世界。又舍利子，若诸有情闻彼西方无量寿佛清净佛度无量功德众所庄严，皆因发愿生彼佛度，所以者何？若生彼度，得与如是无量功德众所庄严诸大士等同一集会，受用如是无量功德众所庄严清净佛度，大乘法乐常无退转，无量恒愿念念增进，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故。舍利子，身彼佛度诸有情类成就无量无边功德，非少善根，诸有情类当得往生无量寿佛极乐世界清净佛度。
又舍利子，若有尽信诸善男子或善女人，得闻如是无量寿佛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名号，极乐世界功德庄严，闻以思维，若一日月，或二或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系念不乱，是善人指善女人，于命中时，无量寿佛与其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众聚，前后围绕来住其前，慈悲加佑，令心不乱，即舍命已，随佛众会，生无量寿极乐世界清净佛度。又舍利子，我观如是利益安乐大士因缘说成地语，若有尽信诸善人子或善女人，得闻如是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名号，极乐世界净佛度者，一切皆因信受发愿，如说修行生彼佛度。又舍利子，如我今者称扬赞叹无量寿佛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佛度功德，如是东方亦有现在不动如来、三床如来、大山如来、三光如来、妙床如来，如是等佛如勤劫沙住在东方，自佛净土各个示现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周匝围绕，说成地言，如等有情皆因信受，如是称赞不可思议佛度功德一切诸佛摄受法门。又舍利子，如是南方亦有现在日月光如来、明称光如来、大光运如来、弥卢光如来、无边精进如来，如是等佛如勤劫沙住在南方，自佛净土各个示现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周匝围绕，说成地言，如等有情皆因信受如是称赞不可思议佛度功德一切诸佛摄受法门。又舍利子，如是西方亦有现在无量寿如来、无量运如来、无量光如来、无量床如来、大自在如来、大光如来、光焰如来、大宝床如来、放光如来，如是等佛如勤劫沙住在西方，自佛净土各个示现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周匝围绕，说成地言，如等有情皆因信受如是称赞不可思议佛度功德一切诸佛摄受法门。又舍利子，如是北方亦有现在无量光严通达觉慧如来、无量天鼓正大妙音如来、大运如来、光网如来、娑罗帝王如来，如是等佛如勤劫沙住在北方，至佛净土各个示现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周匝围绕，说成地言，如等有情皆因信受如是称赞不可思议佛度功德一切诸佛摄受法门。又舍利子，如是下方亦有现在示现一切妙法正理常放火王圣德光明如来，是指如来、名称如来、玉光如来、正法如来、妙法如来、法床如来、功德有如来、功德号如来，如是等佛如勤劫沙住在下方，自佛净土各个示现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周匝围绕，说成地言，如等有情皆因信受如是称赞不可思议佛度功德一切诸佛摄受法门。又舍利子，如是上方亦有现在梵音如来、秀王如来、香光如来、如红莲花圣德如来、示现一切义力如来，如是等佛如勤劫沙住在上方，自佛净土各个示现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周匝围绕，说成地言，如等有情皆因信受如是称赞不可思议佛度功德一切诸佛摄受法门。又舍利子，如是东南方亦有现在最上广大音雷音王如来，如是等佛如勤劫沙住东南方，自佛净土各个示现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周匝围绕，说成地言，如等有情皆因信受如是称赞不可思议佛度功德一切诸佛摄受法门。又舍利子，如是西南方亦有
现在最上日光名称功德如来，如是等佛如情劫沙，住西南方至佛净土，各个示现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周匝围绕，说成地缘，汝等有情皆因信受如是称赞不可思议佛度功德，一切诸佛摄受法门。又舍利子，如是西北方亦有现在无量功德火王光明如来，如是等佛如情劫沙，住西北方至佛净土，各个示现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周匝围绕，说成地缘，汝等有情皆因心受如是称赞不可思议佛度功德，一切诸佛摄受法门。又舍利子，如是东北方亦有现在无数百千俱之广会如来，如是等佛如情劫沙，住东北方至佛净土，各个示现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周匝围绕，说成地缘，汝等有情皆因信受如是称赞不可思议佛度功德，一切诸佛摄受法门。又舍利子，何缘此经名为称赞不可思议佛度功德，一切诸佛摄受法门？舍利子，由此经中称扬赞叹无量寿佛极乐世界不可思议佛度功德，及十方面诸佛世尊为欲方便利益安乐诸有情故，各住本度现大神变说成地言，劝诸有情信受此法，是故此经名为称赞不可思议佛度功德，一切诸佛摄受法门。又舍利子，若善男子或善女人，或以德闻，或当德闻，或经德闻，闻是经已，身生性解，身性解已，必为如是住十方面十情劫沙诸佛世尊之所摄受。如说心者，一切定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一切定身无量寿佛极乐世界清净佛度。是故舍利子，汝等有情，一切皆因信受灵解，我及十方佛世尊语，当勤精进，如说修行，勿生疑虑。又舍利子，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以无量寿极乐世界清净佛度功德庄严，若以发愿，若当发愿，若经发愿，必为如是住十方面十情劫沙诸佛世尊之所摄受。如说行者，一切定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一切定身无量寿佛极乐世界清净佛度。是故舍利子，若有尽信诸善男子或善女人，一切皆因于无量寿极乐世界清净佛度身心性解，发愿往生，勿行方意。又舍利子，如我今者称扬赞叹无量寿佛极乐世界不可思议佛度功德，彼十方面诸佛世尊亦称赞我不可思议无边功德，皆作誓言：甚其稀有，释迦极净，释迦法王如来应正等觉，名横圆满，善事世间解，无上丈夫，调意识，天人师，佛世尊，乃能于世堪忍世界五浊恶时，所谓劫浊，诸有情浊，诸烦恼浊，见浊，命浊，于中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欲方便利益安乐诸有情故，说是世间极难信法。是故舍利子，当知我今于此杂染堪忍世界五浊恶时，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欲方便利益安乐诸有情故，说是世间极难信法，甚为稀有，不可思议。又舍利子，于此杂染堪忍世界五浊恶时，若有尽信诸善男子或善女人，闻说如是一切世间极难信法，能生信解，受此演说，如教修行，当知世人甚为稀有，无量佛所成众善根，世人命中定生西方极乐世界，受用种种功德庄严清净佛度大乘法乐。
日夜六时清净供养无量寿佛，游历十方供养诸佛，于诸佛所闻法受记，福慧之良，积德圆满，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十薄伽梵说是经已，尊者舍利子等诸大声闻及诸菩萨摩诃萨众无量天人阿素罗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称赞净土佛摄受经。阿弥陀佛。哇，我读到我都很震撼了。很好啊，这一部啊，他写的有很多 point 啊，没有的，啊，太棒太棒了，可以去到极乐世界之后啊，所以你们要发大菩提心。他说，若有净信，诸善男子或善女人，你们如果清净心相信这部《阿弥陀经》，听了之后，听到释迦牟尼佛这么慈悲，来为众生，一切众生来讲，人家很难相信的法。介绍极乐世界，众生没看过很难信，他都敢讲，他都愿意讲，不怕你们不信。这么慈悲的释迦牟尼佛，你听了，你能够相信佛好慈悲，佛真的是大丈夫，甚难稀有之事。他能成佛，又能讲人家很难信的经，啊，你相信也了解佛的苦心与悲心，你就发心，我要受持阿弥陀经，我要讲阿弥陀经，要演说阿弥陀经给众生听，然后按照里面的经法来去修。佛说当知世人甚为稀有，如果你有这个发心的话，你知道吗，你是芬陀利花，你是优昙波罗花，一千年才开一次，遇到这种人，你一定要发大心，你要做这种甚为稀有的事情，很少人敢这么勇猛。我告诉你，真的介绍净土法门不容易啊，很难的，不是这么简单啊。我自己是有很大的经验，我知道真的你要有耐心，要有诚心，佛会护持我们的。你看他说你能够有这个发心，就是你曾经在无量佛那边种过善根，你才肯相信了解阿弥陀经，又能受持又能演说，哦，如教修行，按照里面去修。他说这种人命中一定怎么样，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而且你到了极乐世界之后，你会得到什么受用，什么好处呢？种种功德庄严清净佛度大乘法乐，你都可以受用到。也就是说，你这种能够呢讲弥陀经、修弥陀经，哈，相信了解的人，你到了极乐世界之后呢，你将会享受大乘法的快乐。大乘法，我们在这里修，你修了十多年，你有没有觉得，哎呀，一念到华严经，大喜冲遍身，每个毛孔都开心得不得了，不用吃饭也可以。你有这个 experience 吗？啊，有，就是有大乘法了。如果还没有呢，就是你还没有受用到。可是到了极乐世界，你一定可以呢受用种种功德庄严清净佛度，这是更伟大咯，很浩瀚哦。大乘法乐是哪一种大乘呢？就是大乘就是很妙啊，有种种功德庄严又清净这几个字咯。大乘是就是叫人家要修无量功德，大乘就叫我们要庄严的，庄严佛净土。大乘呢就是叫我们要清净，这一种功德庄严清净，你将会得到这种的受用，这种法乐。也就是说你到了极乐世界之后，你将会得到大乘的功德、大乘的庄严、大乘的清净，这种法乐你会享受得到。而且你将会日月六时不停止的可以亲近什么人呢？亲近供养谁？阿弥陀佛。天天呢亲近供养阿弥陀佛，又可以去旅行。你们最喜欢旅行啊，去哪里旅行呢？游历十方供养诸佛。其实这个就是四十八愿的本愿显示出来啊，在这里就透过释迦牟尼佛又在讲哈，恐吓给我们听，是这样，你去到那边你可以到处去旅行了，所以呢不用担心啊，现在没得旅行没有关系，去极乐去旅行更好，去 visit all the Buddha's ten direction。 然后呢到了诸佛那边可以做什么事情？闻法，可以闻十方诸佛说法，闻了之后可以怎么样？受记，接受佛受你记别号慧敏，你将于什么时候会成佛，在哪一个佛国度，佛号叫什么？
你们知道吗？所以修法华经的人，如果你给他看这个、哦、他一定求往生。因为呢，修法华的人就是要成佛，成佛一定要蒙佛受记。你到了极乐世界，十方诸佛跟你受记，那当然就是说会跟你受记，表示你快要成佛才给你受记啦，已经 confirm 了啦。那因此呢，我们修大乘的人，你说会不会不求往生？不可能的。你越修法华，你越修华严，你一定要求生西方。你不求生西方，那不是懂华严的人，不是懂法华的人，你不是想要成佛，你只不过是欣赏哦，菩萨道很好哦，成佛很妙很妙，但是你不敢说我可以的，我要。然后你不敢说诶，原来有一个 method 可以很快可以让你成佛，你不肯去信受奉行。你虽然学华严学法华，可是你的意志力还是不够强，所以呢你还想在这边慢慢行。你没有想到原来有这么 shortcut 中的 shortcut、哦、捷径中的捷径、哦、可以让你呢这么快就可以蒙佛受记。然后怎么样，大家看福慧什么，福慧资粮即得圆满。你看修法华修华严的人，就是要修福修慧，修到圆满就可以怎么样成佛。而这个愿去了极乐，很快你就可以福慧圆满，速证什么无上正等菩提。太妙太妙。好了，我们讲到这里，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呢同生极乐国，速成佛道。阿弥陀佛。